当时我让炎夏进公司，是为了帮文校解决 DI 上市的危机，也是为了刺激你突破瓶颈。如果你能独立帮助文校解决上市问题，让炎夏离开 DI， 我也不反对。但是你必须拿出实力，让他们知道你的设计和市场的接受度。我相信股东们一定会答应你提出的所有要求。我会证明我在 DI 是不会被取代的。这次的设计稿大家全部参与，共同来承担 DI 上市的命运。我的一些设计经由新设计师炎夏改良后达到了上季的标准，这反而让丁总对我的设计产生了质疑，所以我想跟炎夏来场设计比赛，让大家来决定下季度的设计稿。我们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来表决最终结果，谁输了这次比赛谁就离开 DI。 如果你的设计能和炎夏的设计相结合，那我相信后两季度的业绩绝对不是问题。 DI 能走到今天这步都是我的努力，我不想在最后的关头假借他人之手。丁总，我想请您当我的模特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文笑，你在哪？我有点事想找你谈谈，我去找你。我在外面跟朋友谈事情呢。什么朋友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。堂堂一个总裁，亲自当人家模特不合适吧？我为公司未来的设计师站台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再说了，许墨尘是你的模特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不想给炎夏任何接近你的机会，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你的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吗？如果能，也只会流下眼泪，心里还会难过，不是吗？炎夏真能把我从你身边带走吗？还是许墨尘早已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？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辛苦你了，蔡宁。穆总监，您别跟我这么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怎么样，炎夏来得及吗？我可不想不战而胜啊。林山，你是 DI 的首席设计师，没有人能撼动你的地位，你根本不需要用比赛来证明你自己。首席设计师这个地位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我在你心里的地位。如果真的没人能撼动，就不会有今天这场比赛。文晓，是你让炎夏成为了我的敌人，这个华丽的会场就是我消灭敌人的战场。炎夏要是在途中不遇到什么状况，就应该来得及。炎夏还没到吗？现在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要不要再等等，延后一下比赛的时间？不用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到。比赛准时开始。不知道今天谁会胜出啊？是啊，
这场比赛已经毫无悬念，是吗？怎么 ，DI 的首席设计师突然没自信了？不是没有自信，是怕有人在背后搞阴谋。你是说，比赛的最终结果就是答案？炎夏到现在还没有过来，该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？他不会。再这么拖下去，肯定来不及。我不能错过这场比赛。你现在马上来趟店铺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还没睡醒呢。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快点儿。好，好，我马上，马上。我们怎么？谁来的电话？是炎夏，他让我去他那一趟。任旭，这个案子非常复杂，那个我先去处理炎夏的事儿，关于我们，我回来再说。我和任旭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除非我有病，除非我有病，除非我有病。炎夏，你怎么了？先不用管我，任旭，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 DI 集团，交给丁文晓。我可不见那衣冠禽兽、变态狂，我不见。你是不是我朋友？这不废话吗？当然是啊，而且咱们还不是一般的朋友，咱是患难与共、上刀山下火海的朋友。好，如果你不愿意帮我，那我的梦想就全毁了。你说是帮还是不帮我？帮。只有十五分钟了，你快点！使命必达。剩下的交给你了，丁文晓。哎，一会儿先让穆总监的设计出场，三套走完之后再走炎夏设计的部分。可是流程是。穆总监和炎夏的设计穿插着上台是吗？嗯，这个流程是错误的。穆总监可是 DI 的首席设计师，要在一出场就先声夺人，让后者的炎夏无法超越，懂吗？嗯，不懂啊，那就照我说的去做。
文言夏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消失光年。你不是20分钟前就离开了，怎么还在那儿？你是不是想放弃比赛？我没有放弃。既然你没有放弃，你现在就应该在会场，而不是在消失光年。我是衣服我已经让人去送过去了，他应该马上就会到。丁总，比赛最终结果还要麻烦你告诉我。喂，言夏。要不是言夏拜托我，我才不会见你这种人呢。言夏怎么了？别跟我套话，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。接着啊。变态。周琴，麻烦你帮忙讲述一下言夏的设计理念。没问题，丁总。这就是我的主题萨，采用了中式文化的传统刺绣，西方的斗篷版型加上中式元素，在沉稳中添加花俏，更显年轻化和时尚感。这种一男一女的风格款式，男女共穿却丝毫没有违和感，舒适宽松，干练洒脱，将男士的绅士温柔和女士的华贵柔美融为一体。和任旭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任旭那个家伙该不会在言夏面前胡言乱语吧？我一定要阻止他。怎么跟他解释呢？算了，早挨一刀晚挨一刀都得挨刀，死就死吧。聂思琪，人呢？言夏，我从未穿过如此合身而且舒适的衣服，言夏的每一个针脚都似乎有着独特性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坚持。你要干嘛？站好了。丁总，你今天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是吗？该我们登场了。这一季设计的主题是一季缤纷，同样的季节，不同的地域，气候温差也会不同。就拿我国的西北部地区来说，有一些地方在特定的季节也会出现四季不同的气候。所以这次我们的设计首先考虑到的是区域性的温差，其次是不同人群的不同职业。这一款针对的是常年在户外工作的人，里面的款式跟之前那套是一样的，但在外套上添加了新的概念，收腰和后摆的位置上做了简单可收放的调整，这样即使在里面添加了厚一点的西装，胖人穿了也只会显瘦不会臃肿。色调上选择的也是暗色系，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日常生活中都以正装为主，那么隐藏的内在的部分尽量需要注意舒适和贴合，延展性要高。不仅如此，更要留出能够展现奢侈品的空间，所以采用了高弹力的 Plula 面料，行动方便，弹性高。医生，他现在什么情况？还好及时送到医院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言夏他究竟得了什么病？长期的劳累造成了肝功能的损害，如果不提早就医，可能会演变成肝癌。你是病人家属吧？不
不是，我是他的朋友。那麻烦你转告一下病人的家属来医院一趟，帮他办理一下住院手续。眼下他得了肝癌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思琪，思琪，你送我来医院的？怎么了？我就是肚子疼，你哭什么？你哪是肚子疼啊？你得了这次 DI 的服装设计比赛，经由五位评审和 DI 的82位员工的投票结果，已经在我手上了。以服装的款式设计方面，因为穆总监在修饰搭配、色彩的选择都与奢华的欧美风格、国际流行趋势接轨，以77票胜出。以服装的做工细节方面，炎夏设计的服装在贴合度、舒适度以及选材用料方面，可以看出其手工技艺更为精湛，以51票胜出。最后，以成本和利润以及市场的接受度，新晋设计师炎夏和穆总监仅4票之差。恭喜穆总监胜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医生，我的肝癌是良性还是恶性？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说如果不尽早治疗，有可能会演变成肝癌。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没得肝癌对吧？不过你也千万不能大意，你现在转氨酶过高引起肝功异常，不能再过度劳累了。我建议你最好是住院观察治疗。那我能不能忙完这段时间再来住院？等我把事情忙完。炎夏，你是听不懂还是装傻呀？医生都说了要立刻住院治疗。谢谢医生。我哎，聂思琪，聂思琪，哎呀，我哪有钱住院啊？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那我妈跟 DI 怎么办？炎夏，你干嘛想那么多啊？你那么小的身体干嘛扛那么大的责任？你妈那边我编个谎就过去了，爹那边我来想办法。聂思琪，不用对我凶啊，这件事情我说了算，身体最重要。喂，阿姨啊。比赛结果是不是跟你预想的一样？文笑，炎夏是永远不可能取代我的。云山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炎夏能取代你。你是指工作还是感情？怎么不敢回答我？不是不回答你，是因为我只是站在 DI 集团上市的客观立场上做整合，从来没有想过拿你们去做比较。所以我才会选择这次比赛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谁才能够帮你，谁才是你的绊脚石。我知道炎夏是你亲近公司的，这件事你很难处理，那这个坏人我来当。云山，还有什么别的事要吩咐吗？这件事情还是我自己去说吧。你是怕我给炎夏难堪？既然丁总愿意自己解决这件事，那我尊重你，不过请你动作快一点，我不想其他董事对你有误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对那个姓丁的我意见老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不但破坏你的感情，还把你累成这个样子，都住院了。
不行，我得找那小子算账去。妈，能不能别冲动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呀？我没向着他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行了行了，没你这份工作，咱们家人也饿不死。妈妈，我自己的事情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哟，翅膀长硬了，不要妈妈了是吗？行，以后你自己的事儿啊，你自己处理，妈还不管了呢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一下就要走了？我们家那炎夏简直要把我气死了。炎夏他怎么气你了？哎，你说他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不错的男人吧，他非要跟那个姓丁的纠缠不休。阿姨，我觉得那个丁文孝挺好的，炎夏如果要是真的和他在一块儿的话。打住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我不可能对不起未来的女婿的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丁的，断了他的念想。未来女婿？阿姨该不会说的是许墨尘吧？现在比赛应该结束了。喂，喂，丁总，比赛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出来，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。好。对了，我设计的衣服你穿上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的合身？的确很合身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你做我的模特，我特别难做衣服。我就想啊，我要怎么掩饰你身上的缺点？让你看起来更温暖，但是你那张脸呢，总让我分心，所以我只好。只好怎样？只好。丁总，你刚刚是笑了吗？有吗？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。只好记住你傻笑的样子，然后把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所以我才能完成这三件作品。丁总，说话呀，丁总。你在哪儿？我总不能告诉他我在医院吧？我在家呀、啊。我哎，那个患者炎夏，耽误时间吃药了啊。你放那儿，我一会儿吃。我去。你在医院？你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喂喂喂！哎，听不到，哎，我听不到了，我。通知炎夏了吗？文孝说他自己会讲的。那好，今晚呢，我安排了寝宫，到时候你要盛装出席哦。我找那姓丁的，叫丁文孝。请问您有预约吗？预约？他破坏我女儿感情，害得我女儿住了医院，我找他算账，我还要预约？墨尘，丁文孝，你给我出来！丁文孝，给我出来！阿姨，阿姨好。别叫得这么好听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这么折腾我女儿啊？害得她一天到晚不回家，一天到晚就以什么工作为借口，成天跟你厮混，现在都弄到医院去了。你给她挂了什么迷魂汤啊？阿姨，我想您可能有误会，公司最近有比赛，确实比较忙。比赛？什么比赛啊？是你和我未来的女婿比赛，谁先得到炎夏是吗？那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这个裁判已经裁定了，你输定了。输的是你女儿。你谁啊？凭什么插嘴？
我是 DI 的首席设计师，也是你女儿的上级主管，更是丁文孝的。云山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怎么不说了？说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别仗着你们人多公司大就可以随随便便欺负人。我警告你，以后离我女儿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，我女儿言夏从今天起绝对不会再来 DI 上班。她想来还来不了呢。什么意思？那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女儿言夏已经被 DI 开除，请你务必帮我传达到。哼，开除是我女儿炒你们的鱿鱼。哼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说吧，未来女婿到底是谁？什么未来女婿？你妈说的。言夏，我和你是最好的闺蜜，连终身幸福这种事儿你都瞒着我。我妈胡说你也信啊？空穴无来风，无风不起浪，阿姨是不可能乱讲的。说吧，她到底是谁？反正早晚都要说的，你干嘛要拖着？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说。我知道你的考量自然有你的道理，但是别因为保言夏伤害了林山。墨尘，说实话，你对林山……千万不要给我机会，我肯定会讲。够坦白。那你呢？我对你从来没有隐藏过什么，包括言夏。你想太多了，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。墨尘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言夏在哪家医院？反正早晚都要说的，不说我也能猜得到。你能猜到？许墨尘。喂，许墨尘。真的是许墨尘。听说你住院了，你没事吧？谁胡说八道想诅咒我？那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找我？你有什么事你就电话里说，不用麻烦来找我。你自己。他在中心医院208号病房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好的，我等你。你自己你找事儿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找事儿。他在中心医院208号房。等一下。别关心过头了。文孝这么匆忙去哪儿？处理善后啊。到底去哪儿？文孝的事呢，你先别管了，他做事有自己的准则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该准备一下了。妈，谁又惹你生气了？还能有谁？肯定不是我姐，对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说你姐怎么老跟那个姓丁的在一起啊？因为传统坚持。什么传统坚持的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妈，你觉得姐保守吗？在发生两条船事件前应该算保守。那好，妈，你还记得她初吻事件吗？妈，嗯，姐和那个帅哥在马路上抱在一起了。啊，发展这么快，你看看。嗯，不对呀、啊，
个不是那个人。不是那个？啊，那是哪个啊？这个不是和你姐签合约那个人。哦，我记得。那好了，答案就这样子了。传统，坚持。不行，我得到医院去找你姐去。你别生气了，这件事情是我妈一厢情愿。那你真的就没有一丝动心吗？说实话，还真有那么一点点。不过我觉得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。在我看来，许墨尘喜欢的应该是那种时尚而且知性的女人，像我这种不爱打扮的邋里邋遢的，她肯定没感觉。你没骗我？骗你有什么好处？听你这么说，我刚才将死的爱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你真喜欢许墨尘啊？嗯，言夏，你真得帮帮我。好，在我能力范围内的我一定帮。嗯，言夏，你可真是我最好的闺蜜了。嗯，又怎么了？一会儿许墨尘来医院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懂，我回避，把空间留给你俩。言夏，一会儿只要许墨尘一进来，我一定把所有的话都坦白告诉他，不能让他有说话的机会。对，就这么做。思琪，言夏呢？言夏他说病房有点闷，出去透透气。嗯啊，哎呀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我就坐这儿歇会儿等他。啊，怎么办？要是阿姨一直坐在这里等着，那我的告白不是要泡汤了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阿姨啊，言夏他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。他不在这住院吗？怎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？哎呦，他不会又回去工作了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这样的，阿姨，刚才许墨尘来了，他说要带言夏出去散散心，我怕他跟您说了，你会觉得言夏他，所以我就没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许墨尘刚才来找他？嗯。太好了，那个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太好了。思琪啊，以后你帮阿姨多看着点言夏，让他不要再跟那个姓丁的来往，好不好？阿姨啊，您就先回去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那阿姨就先回去了啊，不等了。阿姨再见。哎，那谢谢你啊。好险呐，差点就毁了我的告白大计。
许墨尘，现在就等你出现。今天除了要恭喜穆总监取得胜利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我要向大家宣布，好时主题甜品店今天也正式开张，而我们的店长正是最美的穆总监。好时将在穆总监的带领下成为时尚界的交流圣地，让我们欢迎穆总监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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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切都是我精心为你安排的。谢谢大家。你生病住院为什么要隐瞒？丁总，这是我的私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你已经耽误了比赛了，我能不管吗？最后还是准时送达了，不是吗？你来找我，不会就是因为我住院的事儿吧？是不是比赛结果出来了？结果怎么样？丁总，你就说吧，我能承受得住。你的设计很出彩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肯定能赢，对吧？你呀，也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，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到，穆总监是 DI 的首席设计师，论资历和经历都比我丰富，我一个小裁缝连正规的课程都没有上过，能跟他比赛已经是对我莫大的肯定了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，真的。云笑，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一切都可以回到原点。不过丁总，能不能麻烦你等我离开 DI 以后不要再追究我剽窃的罪名了，我是无心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过去了。啊，挺好。我从不勉强，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不开心的事，包括这个。我知道你在担心文秀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去找吧。等等，你知道医院在哪儿？这个聂思琪该不会是想不开吧？不可能，就凭我这个长相，不至于看了就让人想自尽吧？再说了，她又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，怎么可能为了我做这么大牺牲？这许墨尘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了吧？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放松，终于摆脱剽窃的罪名了。那我的罪名呢？你什么罪名啊？偷窥狂啊。偷窥是惯性，如果想摆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洗耳恭听。首先你要试着相信别人。如果你还能时常保持微笑又可以相信别人的话，那你算得上十分完美了。你这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？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。
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当初要不是你让我签下那份合同。丁文孝，霸王条款这么多咱们先不说，你试用期三个月只发基本工资，哎，就这合约只有傻子才会签吧？你放心，我不签，你打死我我都不签。那你就是决定让我起诉你剽窃 DI 的设计了。如果案件成立，你将赔偿 DI 一整季度的损失。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能解决的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经营这家消逝光年制衣铺应该很费劲吧？不然你也不会给 DI 投简历。再者，以你的资历，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都会被刷下来。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，不是吗？我也不会有去 DI 学习的机会。丁总，我会遵守比赛规则，尽快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